苗二十一线3.9公里处呢，一块大石块是占据了半个车道，只能够单向通行。当地原警获报前往处理，而工程人员是冒雨开着怪手才把大石头搬开。而夜间大雨不断，也造成各区处的小摊方土石滑落的情形，路树倒塌也阻碍了交通。而苗二十一线状况频传，公路局也加派人力巡查，赶紧排除路障。燕花台风外围环流是夹带充沛的降雨，苗栗县山区的雨量可观，明德水库呢在。